我的个天哪，怎么这个爆灯动静这么大呀？别人是拍，打的是锤。我真的是很喜欢南亚军，然后因为我是独生子女，我不能远嫁。你可以到西安来吗？这个我估计做不到了。从现在开始，除非是西安的你才可以爆灯，不然你会耽误人家对方。哎，百合，我要告诉你一个喜讯，西安的。我留灯到最后。我也会留灯到最后。大家好，我来自西安，很久没来西安的了，一来一串一串的来。这一幕重演了，今天这一场是百合专场，我就要带走一个西安的姑娘。为了追求爱情，老娘